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晚点上峡谷打一把，打两把看看。全军出击！越往后期越不行，是啊，越往后边越不行，然后前面又脆。就脆，还是脆。中单莫干辣，鱿鱼呢？快给我出来，鱿鱼！还防御天赋鱿鱼还啊？怎么的鱿鱼？晕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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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药锤，锤。我不补刀，你也别补刀。我不吃经验，谁也别想吃经验。锤翼，晕锤，锤，跑了。跳 A 点燃闪现走，把他们也换上。狼人来了，可能我们撤。来了鱿鱼，哎呦，我走位一走，四个药来，锤走位，跳翼晕走位，重锤，你把它吸了，操，还得补我点兵。呀，这是我们家鱿鱼啊。那福耶格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只要能吸那就吸，吸完就能放大招，免费的。吸碗大，吸碗大，吸碗大，吸碗大。刘海很漂亮啊，是吧？这你们嫂子给我剪的。昨天是没脚的状态，今天是他给脚了的状态。看着，我脚了，脚了一下刘海。我们四级，鱿鱼五级，没想到能不能打？我又回来了。还是算了吧，鱿鱼这种英雄啊，太烦了。
我跳锤重锤一开起来晕，先把鱿鱼给打了，锤重锤锤锤跳 A， 先把身边的鱿鱼打了，鱿鱼只要把他鱿鱼丝打了吧，就还挺好打，他就没啥虚区，一开起来晕锤锤重锤呀，这波没截住他，正常我应该截住他直接把他打死，他生了，生了算了吧，我们回家。先来个破败，破败呢？这儿呢？把他们也算上。那破败王不能把剑借我用用吗？我把灯借给他，锤重锤重锤锤，哎呦我今天俩就干一架，怎么的鱿鱼单挑无敌，家伙给你狠的，听说武器大师拿个路灯谁也打不过，那他要拿把别的武器是不是就无敌了，那他为什么不拿呢，挑战自己，跳下来重锤，一二跳下来接重锤，很明显啊，狼人要来了，我们留点蓝，狼人从上面来我们就直接跳走啊，跳弹，狼人从下面来我们就直接上去，来给我干的，跳下来一晕锤，吸他，吸吸呀、啊，这咋不吸呢？吸呀、啊，这不吸，妈不吸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买个针眼儿，出门。你要干啥？你要穿墙啊？你给我惊了，兄弟！把他们也算上。这英雄 W 技能要能穿墙就狠了，真的，那就老狠了，那英雄就得少了一个穿墙机制。现在该我了。我今天就硬拆了，怎么的鱿鱼，嗯，
这鱿鱼打人挺疼啊。算了，我去了。我想玩莫干辣了，我下把想玩莫干辣，行不行？我又回来了。最近我特别喜欢玩的莫干辣。演一血塔没了，跳上来重锤锤 ，E 晕开大招锤重锤走了。鱿鱼没大招怎么跟我们打？锤锤，重锤接重锤平呗。在这挡一手啊！再见，火蓝右边插眼了。这火蓝挺嚣张啊，挺狂妄啊！这火蓝，哎呦我火蓝，走位一手，开大招给我！哎呦天，我还就不回家，我就在这儿回城。这 ADC 跟我狂妄，我只能摇不了他。请问65+50等于多少？115是吧？等他把最后一枪用了的，上子弹，跳上来锤锤，开E重锤锤晕锤重锤，太狂了这 ADC 呀！闪现！别错了哥，错了。错了还不行吗？臭弟弟，回家了。把他们也换上。我把狼人杀了，狼人双 buff。能屈能伸，那肯定伸缩自如啊。哦，破败王死了就把破就把剑给撇地上了，还有一朵小白色的玫瑰花呗。刚才这个雷卷没踩到，打个峡谷先锋，打完峡谷先锋，我上来找着莫干辣吧。嗯，莫干了。哎呦，我莫干了，锤锤重锤锤锤，晕。这么多人吗？
这狼人怎么打人这样式的呢？能杀莫甘娜不？没事，我放峡谷先锋。烦人了，这么干啦！我又回来了。锤重锤重锤锤锤重锤吊斗，这么多人，把龙拿了，对，这狼人怎么回事？还敢往里进？我就是没打过你，我一看呢，快跑啊！假装跑一手，其实我们往下走，先杀莫甘娜，走位。别急啊，别急上，这败王来了，来重锤一开起来，晕，快跑啊！这鱿鱼怪打人真疼啊！得来个蟹手了。要我说，你就快点大走就得了。你不是无敌吗？我也不是无敌。一个人要想无敌吧，他得首先他得虚区高，还得肉。我们刚才虚区是挺高的，就是还是不是很肉。你得来多来几件装备，一个人一件装备，你说他无敌吗？他也不无敌，因为他也就那么多血，别人打他也就那么疼，再来点肉装就无敌了。现在不是差个血手吗？下路带一波，一二，你咋的呀？是火蓝，重锤，锤，跳下来，重锤，锤，狼人是吧？回血，跳走吃药，一技能锤锤，重锤锤晕走位，跳下来锤。莫甘娜先杀，吃药重锤，跳回来，走位，跳下来一锤锤重锤晕锤锤重锤，遛狗，喊我就不上了，你来吧。哇，兄弟，区区这么高吗？哎，这我还需要一个巨型九头蛇。
我这机箱风扇真的好大呀，声音。我感觉它可以当成一个，不过它真的一点都不热，很凉快耶。我感觉它可以当成一个小空调。把鱿鱼杀了去。这鱿鱼居然能把我蟹手给我打出来，我都没想到，这英雄太猛了。进杀了进，是谁杀了谁？这火蓝呢，每一回都上来放肆，不杀真是不行了。有的人老打岔，你说，我说这个风扇，然后你跟我说你不找人去修去了吗？那不是一个东西，别老打岔，行不行？打个小龙，还有你说清灰，这里没灰，这个机箱没灰。没有一点点灰。这是你们少了的机箱。把他们也算上。2900。2900块钱，这武器大师的英雄怎么玩都比那猴感觉要幼。有R有E，那猴子太脆了。哎，不知道他变的灵魂我能不能跳啊？就是他把那个人杀了，那个人灵魂放地上，我能不能跳那灵魂？我看一眼一会儿啊，一会儿帮他杀个人。但武器大师这种英雄，如果稍微有点劣势了，那真就一点用都没有，真是一点没装备，一点用都没有。那猴最起码还能，等一会儿再 ADC 不杀。不能跳，即使这个魂儿都跳不了。那就是不能跳。拿下下一把。
我有没有 Q 他也跳不了，你要有 Q 能跳的话，他鼠标就变了，啥也不懂。